华为 Mate 20 Pro 外观彻底实锤。今天网上出现了 Mate 20 Pro 的官方保护套渲染图，这组新图来自外媒，并标注准确率100%，可以说 Mate 20 Pro 的外观已经彻底实锤了。尽管保护套包裹，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出 Mate 20 Pro 采用了刘海全面屏设计，边框和黑边都相当的窄，下巴的宽度也是可以接受的，而背部唯一的开口就是三个后置摄像头和闪光灯的设计，包括一个超广角镜头，屏下指纹识别技术已经确定，而且还有 3D 人脸解锁技术，可用于支付宝、微信支付，解锁速度低于 0.5 秒，号称比苹果的 Face ID 更进一步，以及指纹解锁。根据爆料， Mate 20 Pro 还会有4200毫安时电池、6GB 起步内存、IP67 级防水防尘、4200毫安时电池和超级快充 2.0、Nano SD 卡拓展、立体声双扬声器、无线 PC 桌面。另外 ，Mate 20将会是水滴全面屏加后置指纹、4GB 内存起步、4000毫安时电池。